旅程最重要的决定，要选择你们走到最后的伙伴。如果你们之后还想选择对方的话，就交换你们的信物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拥抱一下。哇！变色！这么直接，这么辣。想要手牵手走到最后吗？三、二。TVBS 42台为你唱情歌。